宝贝们，晚上好，这里是王总的睡前故事。老板，你新围城在这拍的是吗？对，就坐在这唱歌，像个姑娘，零下20度，海都冻上了，穿个夏天的服装在这说，你明天还想来吗？你说太凉了。然后你当时是发烧39度多，肺炎，太敬业了，开心吗？这两天听说昨天又吃泡面又吃瓜子到12点多，谁说的？你说的。萝卜都这样了，就不要再喊了。那我不喊你，好多人都喊你，对吧？你放那儿吧，来一个。老板，你比较喜欢这样的动作呀？你比较喜欢这样的舞蹈是吗？嗯，这样的可以学是吧？可以学。这是假笑吗？欢迎光临我们小哥哥的咖啡店，你们请。